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的2月26号，瑞芳，瑞芳镇。9:46，说不定是1364哦。1364，北湖发展金融沿线港瑞芳，到一列车要3分钟就把行程了。9300元，136是北湖发车进入沿线还有瑞邦，到 A0 要3分钟就完成9300元的。然后等下这班跑是017次，然后发车进入沿线还有树林的区间快车。好，在终点站瑞芳站。是，进行好了，136次，感恩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